本影片是由 iPlay Game 91台湾最大手游代出平台赞助播出。对了对了，优惠代码可以用到月底，赶快把握，200送50。钻进菲尼克打野，我是布布恰恰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要带领各位抢先试玩九尾狐莉莉安最新的造型，偶像歌手真的超级帅的，而且旁边有很多。是樱花吗？还是什么粉色的光环？对了对了，如果你等一下听到我的背景音乐有滴滴滴滴的声音，就是我的房间的冷气坏掉了，现在它一直漏水，所以现在冷气下面有一个水桶一直在接水。我的天啊，在夏天没有开冷气的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现在你有在开冷气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今天真的太热，是台北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，而且下午又下了一点点的雨。整个地面就是很闷热，我们就像在泡三温暖一样。台北人如果觉得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加一。这个造型目前只是修改外观的部分，我觉得九尾狐的部分也有改，可是目前还没有改出来。这个是去修改游戏的风包，所以呢，这个造型是目前还不能用，只能先抢先体验用用看而已。看起来里面的造型还蛮普通的，可是游戏进场的动画又特别帅，可能是特效都还没有放上去的关系，目前走外观看起来是不错，不过还是比较喜欢原本的莉莉安的造型。说不定未来九尾狐和一些技能特效，说不定原本的蓝光会变成橘色的光芒，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呢？现在的莉莉安这么强势，可是好奇怪，为什么竟然不先卖这个造型，而是卖我们的金塔幽暗冥王？难道说幽暗冥王比较有魅力吗？你觉得幽暗冥王的金塔夺宝造型跟这个偶像歌手的莉莉安造型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猜猜猜，把他的塔给猜爆了。对了对了，最近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我刚回到台中的家，在刚回到，一回来就发生了很多问题。首先，我家的网络被停了，因为忘记缴电话费，所以刚刚好不容易缴完电话费，网络才恢复。我的天哪！救命啊！各位，最近还有一点点不顺，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做什么事情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。所有的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你。如果你有什么生活想要跟我分享的事情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好吧好吧，你现在应该听到滴滴滴的声音，我的水桶快要滴满水了。所以在这部影片录完之后呢，布布恰恰就准备要去用新的水桶去接水了。天啊，我以为这种场景是在电视剧才会出现的场景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出现在我家里。不是下雨屋顶漏水我用水桶去接水，而是我想要开个冷气，冷气却一直漏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从冷气的出风口一直滴出水哦，好奇怪哦。如果你是冷气专家，或是你家人是冷气专家，可以帮我问一下这个问题吗？拜托让我知道夏天为什么冷气会发生这种问题，从冷气口滴出水来。好吧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吹冷气，我现在地上都湿湿的，然后有个水桶努力的在接着水。而且更惨的是我家没有电风扇，所以我今天要忍受没有冷气的日子。好吧，真的夏天太热，去日本适应完日本的天气之后回来台湾，都觉得台湾的天气真的太湿热了，超级不公平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喷凯撒出气，咻咻咻咻咻。我最近还有试用一个蛮酷的产品，就是好像降温喷雾，就是有一个喷雾往脸上一直喷的话，就可以瞬间降温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？我觉得还算蛮有趣的。不过它的成分好像就是酒精的成分。好吧，那今天的偶像歌手莉莉安就抢先试用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下喜欢与订阅，专辑菲尼克台的布布恰恰。还有优惠序号是要注册 iPlay Game 91，注册完会员之后才可以用，快点到月底把握时间。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